死逼，今天要孩子第十八天啊、哦！今天我媳妇终于满足我的要求了，给我整两生蚝，还整那水煮鱼，生蚝老肥了吧？哦，好甜呐，肥不肥？好甜，老肥了，肥了，这汁儿也能喝，嗯，太好吃了。今天我做的水煮鱼老香了。我老娘今天给我打电话，干啥呀？跟我说，你俩结婚都有两年多了，这要孩子呀，还不成功，说到底是咱俩谁的毛病？那指定是你呀、啊！我妈真懂我。你咋说的呀？我说，肯定不是我的毛病。完之后，你妈当时跟我俩说，那你的意思是我姑娘的毛病呗？我说也不是。你妈也，我妈也坚信我行。我说不是。我说可能是我俩缘分没到，那么你怂了呗？那意思？我没怂，我说可能是我俩缘分没到，我俩也着急。我说慢慢要吧，咋整？是不是？那咋整？就你不行。我跟你妈说，我老娘就说你俩努努力吧，抓紧要，说趁年轻，趁那个妈年轻，完之后还能多帮咱俩带一带。我说行，我说那你就瞧好吧，我俩指定给你生个大外孙女，看着吧。加把劲儿，吃生蚝，多吃两个，必须加把劲儿。我问你，真的这生蚝老甜了，我操，太肥了，天哪、嗯，老肥了，这生蚝多少钱一斤呢？你舍得我买这么大的，舍得我买这么大？哎呦我操，这么好吃，我他妈都想吃了，我好甜，我都舍不得吃啊，给你吃。吃完这几个生蚝，我就。